当老女人和约德二人一起吃鸡会怎样？志勋哥哥、啊、我是丹妹妹。你是不是穿了品如的衣服？人家是丹妹妹，初次见面，你好。不是，他们为什么喊你老女人啊？很奇怪。不知道，不是，他们为啥喊你约多少人？他们喊我，你别整这些，哇，这个过分了，这个。那他们喊我老女人不过分吗？啊，你别搞人身攻击啊！你，是不是跳起来抓你的膝盖？我也是约多少人，我也是约多少人，咱俩高光马去。我一米八五，你一米八五、啊。嗯，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你指位置啊，我不是特别强，好吧？你带我吃鸡吧。我带你，我带。你带我吃鸡。你这边我没有去过。你跳那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一般跳那边，因为之前我也玩过这个游戏。你的意思就是你很强了，是不是？不强不强不强，也就偶尔吃个鸡吧。哦。哦，你这。挺喜欢吃啊！你哪里的呀？我是陕西的，你哪里的？我浙江的呀。哦。陕西呀、啊，陕西好、啊。你现在在哪住啊？我在湖南呀，你要过来啊？哦，我为啥要过去？我在成都。你在成都？哇，成都离湖南近啊！有机会一起蹦个迪呀、啊！你确定你会蹦迪？我基本上不去这种地方的。我们这把的目标进个前十不过分吗？ Okay. 不过分，我带你吃鸡。好，啥都别说了。你今天如果带我吃鸡，我给你刷一个火箭。哦，不过分吗？不用，你能给我跳一个开火车就好了。开火车怕是开不了了啊。那你有跳过舞吗？实在不行看你女装也行。女装我从来不女装，这种东西感觉有点恶心，说实话，一个大男人穿女装怪怪的，如果被自己的好朋友亲戚看到了，成何体统？真、啊、我等我给你打回去。你帮我等一下，我打不过他。我从来不女装，这种东西感觉有点恶心。